中华社会福利基金会在重庆新村开办预防延缓失智以及失能的据点，为今年度开始也提供每礼拜三届专工的活动，以预防延缓失智为主要的目的来开办各种的课程，不但会当鼓励老大人走出去认识朋友，也让身心会当更加健康快乐。棒棒，现在也说话。阿公阿妈在老师和志工的协助之下，当初为多初中中华社会福利基金会在中英新村开办失智社区服务据点以后，长辈的生活心思过家更加健康快乐，袂孤单。因为老人大部分都是一个人在家里，感觉得很无聊、哦、来这里大家嘻嘻哈哈的、啊，不要说老人们老了没活动的余地，一天闷在家里很难过，所以我觉得来这里以后我心里开朗很多，就到这儿来、感觉的心里很安全，很难定啊，没有这么恐慌了，那么在家里我一个人胡思乱想，简直要发疯了，简直。所以我到这里的大家每天唱唱歌，晚下午有聚乐一下，上午又有随便在这里弄弄，这个时间就很容易打发了。失智社区服务据点全部的课程都是以预防失智、延缓失智为主题，来进行不同课程的设计和开办。清楚这次看起来很简单的画图，其实对活化长辈的大脑有很大的帮助。我们的所有的导入课程会从预防延缓的这个失智的部分来着手，我们比较在肢体运动的部分，它会健康促进的部分，这个部分只是做一个暖身，那后续的设计课程就会导入这些元素。因为画画很多可以促进他们的脑部的活化，还有认知促进，有色彩啊，还有很多方面的手部的运动啊，还有整个人际关系的互动啊。都要课程的开办，共同教育中心也会指派护理师，依照专业能力来评估失智长辈的状况，配合到因的亲人来进行全方面互动帮助。那确诊之后呢，我们共照这方面会去做追踪，各管的追踪。那在家属的部分，会做在照顾的技巧部分做一些引导，还有一些卫教。透过古店的开办，提供长辈和照顾的亲人，都让得到完善的协助。古店内的长辈也因此一天比一天更加快乐。记者刘双，张波多。